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咧就常錦欣相當快閘啊，梁先生拍住佢，分列三四位嘅馬，黑衫黃帽炮之頭啊，咁啊過響佢外邊咧綠色帽咧仲有再遇歸來啊，最初第五位黃衫嗰只電信標馬，咁啊內欄第六，黑白斜間衫有呢只春花秋月啊，咁啊響佢外邊係越跑得啦，後啲嘅馬加州議長貼欄喎，咁啊響尾五啊，咁啊響佢外邊美麗滿分啦，後邊三隻身強勇進精算風暴，包尾嗰只係開心神區啊，好啦，咁啊接近轉。呢、这個六百米彎啊，前面梁先生放常錦欣鬥住第二啊，第三位再遇歸來走二搭嘅，咁啊再後邊嘅馬有炮子頭第四、第五電信標馬，咁啊響埋邊位置春花秋月啊，等內欄加州議長啊掟到最出嗰邊咧，咁啊有美麗滿分啊越跑得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三百米到啦，埋邊啊梁先生，中間常錦欣比來相當好反應啊，再後邊嘅馬再遇歸來亦都追緊，咁啊響埋邊追啲，仲有加州議長外邊上緊嚟啊美麗滿分，最後一百米常錦。咁樣打咗兩邊，拋離咗個幾身位，贏緊呢場賽事。跑第二名嘅馬埋邊係加州議長，第三名再遇歸來，第四名咧有梁先生精算風暴，相當接近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只常錦欣咁啊，上次已經好好走勢啦，千二米嘅路程都一樣能夠攻破到啦。至於加州議長都跑得好有心機啊，咁啊，但係個檔位係蝕咗，跑第二，再遇歸來第三啫喎，第四名梁先生。同埋精算風暴影相，有一檔輸家三難嘅千二，常錦欣轉彎都搞掂你啦，骨能加州議長攝得好靚嘅啦，已經跑過第二，再遇歸來第三，睇下咪梁先生都跑第四。係啊，梁先生啊，放頭都定翻個第四啊。即精算。
近轉呢個六百米彎啊！前面梁先生放常錦恩鬥住第二啊，第三位再如歸來走二搭嘅，咁啊再係後邊嘅馬有豹子頭第四、第五電信標馬，咁啊響埋邊位置春花秋月啊，等內蘭加州二獎啊掟到最出嗰邊咧，咁啊有美麗滿分啊，如跑得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三百米到啦，埋邊啊梁先生，中間常錦恩比來相當好反應啊，再後邊嘅馬再如歸來亦都追緊，咁啊響埋邊追啲，仲有加州二獎外邊上緊嚟啊美麗滿分，最後一百米常錦恩打咗兩邊，拋離咗個幾身位贏緊呢場賽事，跑第二名嘅馬埋邊係加州二獎，第三名再如歸來，第四名咧有梁先生。